火哥哥，我在这里呢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是我在这里等就好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去找你就行了呀。我给你带了这个腊肉。腊肉啊？对。我们这儿不做饭的呀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呀。没事的呀，拿着吧。哎呀，我怕你明天走得早，来不及，所以我就……哎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的呀？我搭我朋友的车来的。那你告诉我去接你或者是我去找你都行啊。没事的，你先进去吧，先进去吧，这很冷的外面。啊，我帮你拿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能拿我能拿。好吧，你住这里面啊？对呀。啊，看了门的看了。哇，这里面好大。没有，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。好好好。我也有一个东西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嗯，现在不告诉你。走吧。好好，来火锅哥这边。好，哇，这里好大啊。没有，我们往那边坐吧。好好，哇，好多桌子啊，这吃饭的地方吗？不是，这是喝茶的地方。喝茶。对，火锅哥累不累啊？不累。哎，你怎么不穿那个保暖衣啊？这个挺好的，这个保暖的，没事。那好吧，来坐这边。好好，我来。好。我给你沏茶喝。不用那么麻烦啊。没事吧。婷婷，我家没什么东西，你们走了，你这点拉肉你别嫌弃。真的不用的，来喝茶。谢谢。现在你就收下吧，你帮了我这么多，我就一点心意啊。那行吧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啊，你喝茶，我去拿个东西啊。好。火哥哥，你帮我打开一下吧。这什么呀？我新买了一个手机，我之前那个手机不能用的。啊。扯开后面那个封条。好。打开看一下。哇。火哥哥，你会不会寄我新手机呀？会呀，这个很简单的。那你帮我寄回一下吧。好。可以了，婷婷，来给你。火哥哥，这个就是给你的礼物。啊，你这个太贵重了，不行，那我不能要，真的不行。不行，你也得收下，反正你已经激活了，退不了了。你拿着用嘛，我有手机的。我刚才是骗你的，我手机可以用的，我就担心你不收，所以才让你激活的。婷婷，你这个真的很贵重，我真的不能要。你先拿着嘛。看，天都这么晚了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可是你这个手机太贵重了，你这……哎，你就拿着嘛，快装起来，快装起来！你看，我都还没吃饭呢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先装起来，先装起来。可是它真的太贵重了，你是给我的话，我就……先装起来，先装起来。火哥哥，要不你来开吧？我没有驾照，我不会开这个。那下次我们去考一个吧。好好。今天你不坐的车？我在城市也不想开那个车。按住就行了。然后我再点吧。你点吧。你点吧，你把你点一些你喜欢吃的来给。我都可以的，你点吧。没事，你先点一些你喜欢吃的嘛。那我点吧。多点几个。这次不能让你买单了，一定要让我买啊。下次就让你买。多点几个嘛，你怎么就点了两个呀？是你点吧。一个韭菜一个汤，哎呀，那我点了。好。今天我们点太多了吧，吃不完了吧？吃得完的，我们吃到他们打烊。那样不好吧？哎呀，多吃一会儿嘛。火哥哥，这次我真的要走了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啊？婷婷，我想了很多。和你一起走了吧。行。我爸他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俺叔叔怎么了？没事，他老毛病犯了。他可能过两天就回来了，也不在学校那边上班了。我还有。好吧，火哥哥，我理解你。
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是一个又懂事又上身的男孩子，那你以后要照顾好自己啊，千万别干重活了，你的腿还没恢复好，等恢复好了才可以干活。放心，我会注意的，不是。还有啊，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或者是你想说的，都可以打电话告诉我的。好。那快吃吧，快吃吧。好好，好好，谢谢。你也别吃。好。火哥哥，今天晚上你就住我们那儿吧。太麻烦了，我回去吧。没事，订一间房就行了，很方便的。真的太麻烦了。没事的，你就住下嘛。我明天早上还要放羊呢，就对了，早点。那我明天早点送你回去就行了。那更麻烦了，我现在等会回去就行。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回去啊？我会想办法的，没事。那我送你吧。那你更麻烦了，你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先回去拿你的礼品好不好？然后我再送你回去。不用，真不用，你。没事的，这个来回要好久的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太麻烦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火哥哥，到你家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这么晚了还让你送回来，真的太麻烦你了。没事的，火哥哥，你有没有想对我说的话呀？等会回去注意安全，慢慢开车。火哥哥，你把这个带上吧。这个我真用不着，你真的拿着，你拿着用，拿着用，真用不了。这本来就是买给你的，你拿着。真用不着，你拿着用吧。拿着。我先回去了。火哥哥，这本来就是要送给你的，你就拿着嘛。姐姐，你这个真的太贵重了，我真的不能要。你拿着嘛，如果你不拿着的话，我今天晚上就睡在车里面，我就不回去了，你就拿着嘛。那你回去吧，我先走了。我到了我就给你发消息，我走了。